盘点笑到肚子疼的，决定口才对人名场面。东北超能队，哎，说你呢？啊、我呀？啊，就是你。你知道医院在哪儿吗？你站马路中间，一直往前走。马路中间？不，太危险了吧？那我不得让车撞啊？是啊，撞着你之后，你不就知道医院在哪儿了吗？你要是稍微再使点劲，火葬场在哪儿你都知道了。说你这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呀。不，你这都什么人呢？你有没有点教养？你说你有没有点礼貌吧？哎，别说啊，我看你挺像蒙娜丽莎的妹妹珍妮玛莎呀。是教我的还是养我的？还我没教养，我没礼貌。你连个称呼都没有，上来就 AAA 的，那我是 A 你是 B 呀、啊？二 B 呀、啊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就在你的脚下，自信点儿，又不是没穿鞋，眼睛散光啊，看不清道啊。我跟你讲，就你这么问路，你很容易被压在五行山下，还脚什么？啊？山东姑娘，那个谁，你等下下去买饭的时候给我烧杯咖啡上来。我最近减肥，我饭不吃。那你就专门下去买一趟吧。没空。你懂不懂职场规则啊？我既是你上司，又是你前辈，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就你平时的那副嘴脸，你那是把自己当前辈吗？我看你怕是把自己当乾隆了吧？大清早完了，阎王爷都换戏服了，你就别整包衣奴才那套了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那是幼儿园老师就教给我们的道理。我希望你不要令你的幼儿园老师蒙羞。那你中午午休闲人没事干，买咖啡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你是死亡不炖汤，憋一肚子坏水。工作的时候你要求我们拼尽全力，休息的时候呢又让我们鞍前马后，不是给你点外卖就是给你买咖啡，快递要给你取上来，热水要给你送过去。我是你的员工，不是你的长工。自从过年以来，你就天天打着振兴公司的旗号，让我们加班加点，压榨我们的最后劳动力。我是人，不是骡子。老娘已经80多天没有放假了。我会给你们加班费的呀。你上坟烧报纸，你在这糊弄鬼呢？你这大饼已经给我画了3年了，你发过1分钱吗？老娘挣的那是钱吗？挣的那是窝囊废。今天你要是把我整急眼了，咖啡你怕是喝不上了，劳动局的茶水你倒是可以尝一尝。12333，我都已经开始手痒了。我自己去买，我自己去买不行吗？东北丈母娘，妈妈，妈妈，哎。听你这个动静，你典型的肚脐眼挂大钱儿，你心里又有鬼了是吧？啥事儿说？你先把药上，你滚一边去！哎呀，你还挂脖子上了？人家昨天晚上唱歌唱正高兴，9点就让人回家，你就你这样，我还能有桃花了吗？妈，9点才开，那也不是啥正经桃花，掐就掐了。那都法治社会，你一天老担心啥呢？妈告诉你。人过100，形形色色；人过1000，有中有奸；人过10000，必有混蛋。你是哪个是混蛋？那我练过跆拳道，我遇着我就踢他。哎呀妈！就你那两下，你是跟人搏斗啊？你是给人助兴？到那时候，是鹰得抓兔子，是龙得盘柱子，那可真是卖海鲜的不用秤，你抓虾去。那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最好的防身术就是晚上早点回家。你说那个脑袋碰的像个谢逊似的，还哪里无的呢？你懂啥？人现在就流行蓬松的，破破绕绕像狗掏。你趁早给我换了啊！一点自由都没有。你还没有自由？没房贷，没车贷，你不生下一代，没压力，没存款，钱不够爹妈管，你还得咋自由？人现在潮人都这么穿，那更不行了。我有风湿，我怕潮，你趁早给我换了啊！东北最强嘴，可以选择一个50多岁的老头吗？那50岁那老头那是你大爷，50岁的刘德华那是我男神。那就是你能接受呗？年龄不是问题，真爱的话，妈上下5000年都不是问题。真爱的话，一国一地一世界都无所谓。那重点不是这人吗？是谁？说的对，说的太对了啊！那网恋也不是问题啊，不是问题啊。网络姻缘一线牵吗？月老的红线变光鲜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爱吃炸鸡，你明知道它不健康你也吃了，你不爱吃苦啊，但是你知道那玩意对身体好你也吃了。你看爱就这么纯粹，只有不爱才会权衡利弊啊。太对了，说的啊姐，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。新处对象网恋比我大8岁。不是，哎，那个你说的啊，地理不是问题，年龄不是问题。哪儿的呀？
混血，那主机萨瓦迪卡的。不是，哎，你自己说的啊，那你要是崩我的话，你打脸不？是老弟，不是问题。你别说年龄异地了，只要真爱的话，网恋啥都不是问题。那许仙都能配大蟒蛇呢，那有啥呀？玩的啊！广西最强笑星。嘿，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讲英语。嗯。啊，这里又不是国外，讲什么英语啊？讲国语就行了。叫什么名字？讲英语。哎呀，讲就讲嘛，你以为我不会讲啊？我是your name。讲英语。有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公司吗？知道啊，广告公司啊。那我考考你，如果在公安局旁边开一个茶楼，应该叫什么名字比较搭配呢？警察局。开个奶茶店呢？追查到底。开个饭店呢？那犯罪团伙。那如果开个理发店呢？最高法院。那开个烧烤店呢？无恶不作。开个锁店呢？自食其果。开个锁店呢？锁定目标。那再开个按摩店呢？案发现场。那如果开个武馆呢？武警出动。那开个火锅店呢？一锅端。开个网吧呢？自投罗网。开个家具店呢？证据确凿。那如果开个酒楼呢？酒地处罚。那开个酒吧呢？无罪释放。那再开个美容院呢？洗心革面。那如果开个服装店呢？依法处决。开个鞋店呢？改邪归正。改邪归正。